小姨子，来帮我洗个头。这不好吧，我姐快回来了，给你这个自己洗吧。哟，这不是托尼老师专用的按摩洗头梳吗？上次在理发店就是用这个把我给弄爽了，以后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头部 SPA 了，再也不用求人了，真舒服。